一年一度的日月潭环湖马拉松赛日前在日月潭区登场，吸引全台好手到场参与。主办单位也延续参赛选手每跑一公里就捐赠一块钱的公益概念，持续捐赠给南投地区的弱势团体。那这活动已经连续举办8年，8年来持续不衰，因为大家都热爱日月潭，所以来到这里的不但空气清新，而且环湖步道非常美丽，所以值得一些爱好运动的选手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里参与这项盛会。与他们跑每跑一公里，主办单位就捐赠1块钱，要给我们的南信义乡的博幼社会福利基金会，充当为他们课后辅导的一个基金。县议员王秋树表示，日月潭环湖马拉松赛是年度盛事，也会吸引许多人潮前来潭区，不但带动地方观光经济发展，也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日月潭的美丽之处。很高兴我们那个日月潭日管处所举办的环湖马拉松比赛是在每年都会来定期的来举办有很多的喜爱马拉松的好朋友都会来到我们的日月潭来这个我们这边风景很优美的地方来举办来参与这次的环湖马拉松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观光以及我们这边的商机今年日月潭环湖马拉松赛考量疫情关系，主办单位也表示一切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要求跑友戴口罩，并设置热像仪测量选手体温，落实防疫工作，提供安心的赛事环境。记者邱品义于此采访报道。